邱经理，你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你是不是肚子里蛔虫吗？你信不信？你在外头污蔑柠檬的把戏，我全部可以在你身上过一遍，让你在投资圈混不下去。 啥呀？姐，我跟你说，全都是邱俊霖造的谣。邱俊霖，你都不知道，陆总把邱俊霖骂得狗血淋头，陆总实在是太帅了，太慢了。我那天是不是骂的挺难听的？哎呀，跟陆总骂邱俊霖有的一拼吧。尊敬的陆总，万分抱歉。那天是我冲动了，我不光喝了假酒，我脑子还进水了，说的全是胡话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当然那天您被怼的都没有回嘴的机会，不回骂两句也是不可能的。我准备好了，不管你今天怎么骂我，我都认，行吗？ 陆总，我可能有点口不择言啊，酒后吐真言，你也理解一下。但是你拉黑我真的太过分了。哎，哪位？ 是柠檬吗？我是石英。石总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找石总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柠檬。哎，石总，我约的人，来，到我办公室去。 坐，想要喝咖啡还是茶？我喝白水就可以了，石总。坐。